顺序给谁？因为我们很容易用口，因为现在这样子媒体这样子很发达，到底是很多神的同在的那个感觉呢？啊，好像有 music 来敬拜团带的很有恩高，有这样子的敬拜，有很多的条件的时候就经历到神的同在了。但是让我们回到真正的生命的一个原点，让我们去遇见神。当我在生命当中这个时间一天24小时有限，因为就如同我们每天忙碌很多的事情，啊，我可以这个做完，照顾完这个孩子，忙完这件事情，打完这通电话，看完这个连续剧，看完这个新闻，都然后呢把剩下的时间给神，但是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我们每次做神的恩典何等宝贵，我生命是加救恩了，我们理当对他是用配得的态度来对待神的，因为他是应得的，我们应得把生命当中最宝贵一天当中的优先顺序，真的献给神。当献给神了这个优先顺序以后，再做其他的，养成这个习惯。在美国，我不知道美国的生活环境节奏也很快啊，又是华人住在这样子不同的国家里面。像我以前呢，我也住在韩国，我知道我是华人，因为像我侄女，她小时候她知道她的朋友都是韩国人，然后她自己知道是自己是华人了，所以中华民国的人吧，现在很复杂，但是这个以为是这样子，但是他呢，因为跑到在韩国外面都是韩国人嘛，他说啊，你们是韩国人啊，我妈妈说我是中国人呢，他是这样子的华人呢，回来以后呢，哦，他因为他以为他是华人，韩国人也是跟他讲的一样的，他有一天我带他做了那个 MTR 在韩国的，有一个美国人进来了，啊，我侄女怎么说啊，可小姑小姑，那个韩国人来了，韩国人来了。大家听懂吗？因为他以为是那个的。因为我为什么讲这些话呢？因为我是很爱台湾的。我到台湾去以后，我真的很爱这个地方。好，因为很爱这个地方。然后，因为我要跟各位分享，我这一次为 QT 研习会，我每天到不同教会分享，我们都问教会的情况，以后我们同工也一起祷告。我也求神带领我的心预备好，把对的内容分享的时候，神就是刚才跟各位分享了两个点，一个是已经幸福美满的家庭，啊，这样子的人已经过了这么多的基督徒的生活，一切都 OK 的，我还需要 QT 吗？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过教会生活的基督徒，啊，有很多的忙碌的服侍啊等等，用马大来取代玛利亚的服侍，这是我自己的感动。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节省很多24小时里面那些时间来亲近神，然后祷告？因为各位周报那些台湾历史教会，因为我有更多的时间为自己的下一代的孩子，为美国住在美国了，为台湾要来守望祷告。因为我不知道各位对这个世界的这种的变化有多少的代价来祷告。台湾美国也是有的州不是那同性合法吗？像台湾也是啊，台湾现在很严重，因为很多一些的专家都是说，也许台湾是最第一个有可能是同性恋是合法化的国家。那为针对这个，台湾很多的教会努力啊，付出代价等等。然后呢，现在远超过政治的意念，因为那我来台湾发现，一个第一个好像很少一个国家跟台湾一样那么热爱政治的，很多很多，也有很多的原因吧。因为像我在韩国，我也是民主化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总统被暗杀，朴总统自由化的。然后呢，我在大学一年级只上了23天的课，我就升了2年级了。因为是闹学运很严，韩国人很强烈的那个学运的时候，我就所以是也看过这个。我来台湾，但是很爱这个，很爱这个国家。但是因为现在我不知道，因为我自己啊，那个蔡英文总统当选以后，我是很少看那些政治节目的。但是我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就他获当选以后，我就看他总记者跟国际记者会，我不知道听他那个讲的时候，我的心是很感动的。因为这个国家的台湾真的是在大陆的那个压力之下，台湾的那个我。但是求神真的怜悯这个国家，是按照他的心意来去发展的。很多的问题，各位在这个地方啊，特别是美国，很多人是
赞助台湾很多很多的，但是各位真的要为台湾祷告，因为蔡英文他当选参选的时候，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是他是赞成同性恋合法化的，所以对那个长老教会也是很大的冲击。所以选举之前，大家连支持民进党的也说要不要投呢这个总统，所以是他长老教会也说嘛，很多人投了以后要对自己的政治的良心，对自己是对神是要负责任的。我不是政治的立想要跟各位讲，无论各位是现在幸福美满的家庭，无论各位是忙碌的妈妈，不需要对，不需要每天真的是优先顺序献给神啊。反正我也是进天国的，因为好像是我买好进天国的票一样，我怎么过基督徒的生活我还是会进天国，我何必被神约束到以后按着神的心意优先顺序给他听他的旨意。我不只是要花时间的代价，要读圣经，读圣经了还要顺服，何必呢？不这样子，我随便，我 everything 我都在我的手中，我 control， 我也可以进天堂的。我希望各位当中有这样子的人呢，请你放下这样子的念头，然后你有更多的时间，你就是希望各位为台湾来祷告，希望台湾成为一个台湾基督徒成长。从我刚开始到台湾的时候，不到10%，人口比例是3%。现在台湾是说呢，教会的基督徒的人口都逼到10%了，但是逼到10%，但是面临的危机是更大的。但是很多真的是为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来祷告，因为我们是发行青城国度的，很多青少年真的，因为像大人呢、读到一七节耶利米书的时候，他们就不买活泼生命了，啊，我反复了，太难了。其实不难的，一直要求悔改的，一直要求悔改的。但是反而我们得到很多的鼓励是，当我们真的是在默想以西结书啊、耶利米书的时候，对小朋友跟青少年来信是最多的，因为他们透过那个悔改的心，真的悔改了。他知道偷妈妈的钱是错的，他知道是同性恋是错的，但是我害怕，我不敢说。但是呢，我真的是好像他发现自己是某一个成长阶段，孩子们是对同性是比较吸引的，但是现在是流行同性恋这个，所以是被同性吸引的当中，我是不是也是同性恋那样子打扮了？孩子们就走火入魔了，在这个当中，孩子们会转过来写信来说，我透过这样子的默想，这个是错了，但是老师帮助我，我怎么跟我教会里面的，虽然是他是那个传道人的孩子，他有这个问题，我怎么能去帮助他？各位，真的是我们的孩子们处在这样的危机的时代，我们大人没有时间锁在电视旁边，我看那些节目，我们没有再多的时间在电脑前面看手机低头的。各位，真的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我们是为这个未来的孩子们，为这个国家，我觉得美国，我觉得台湾要来守望祷告的。哦，我现在幸福了，我有义务，更要义务为不幸福的那些人要来守望了，更要在神的话语当中站立的稳，要迎接未来的那个争当了。我来这里，我真的是各位为台湾来祷告。我希望我们很多台湾的时候，让我很难过的是，很多台湾一选举的所有总统候选人王庙庙宇拜拜呀、拜拜呀、那真的是愿蔡英文总统求神真的能拯救他，让他真的在真理里面行公义的。所以请为台湾来祷告，在面临这个很大的危机，让台湾有很多同性恋的支持的牧师都从长老教会来的，台神那些来的，他们游行的时候还这样子，有些很多的危机。所以是希望各位真的生命的优先是一天24小时的优先顺序献给神。在这很多很多做的，我们可以真的是回去把两天的我每两个时段2个小时我做的事情写下来以后，哪一些事情是可以节省一点献给神的，不只是为自己，为下一代，我为我自己的同胞，就是台湾，也为美国更多守望祷告了。我们要有预备好心，这样子的生命的优先献给神，未来是有希望的，真的真的。因为在东德跟西德，他们也是通过很多很多的祷告，这个东德西德的墙就瓦解了。所以我们要战争这个世界，然后我要告诉各位，撒旦最不喜欢我们去读神的话语的，因为他不喜欢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活出神的旨意。所以在这个里面 QT 祷告征战是最大的，所以是让我们常常没有用，在很多事情来忙碌，不忠实这个领袖的时间的。所以他最怕这样子每天礼拜天去教会来这样子，所以让其他不是基督徒的人看见我们没有什么两样。因为我们很多传福音的时候发现，我自己也是，因为我很爱狗狗啊，有时候我们狗狗上
常常生病带到医院，然后有发现那些的人，我就在那边传福音呢，有时候为那些狗狗猫猫祷告。但有好几个人说他的妹妹是基督徒，但是他很坏，怎么这么坏，好像只有去基督教会以外别的比我更坏，说这些话。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不是因为故意给他们看不一样的，叫基督徒带出不一样的生命的力量来，让那些走在死亡当中的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很重要。然后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一年里面到底有传福音给几个人，哪一些像我们每个人都是很不可爱的时候，就是不是跟现在一样这么好的时候，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神的爱临到我们拯救我们一样，我一年当中到底有多，到底花多少时间为那些不信主的我的亲戚或者我的公司的同事或者同学祷告，我一年当中到底有传福音给多少人，让他带到神的家里面，这些都是我们要有一个力量才能在生活当中做出这一些人，就是祷告的力量，就是神话语的力量。我们的脚，我们的心，我们全人不站在神话语里面祷告，我们寻求神，我们就没办法做的，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所以因为等一下，一个，因为我们要各位，然后呢，我知道美国生活是如何，但是一定要有一个认识自己的时间，透过圣经的话语，因为我们不来到神的面前，不透过圣经的话语，我们都不会认识真正的自己啊。我们也是现在已经很不错了，很 OK 了，我们都不会认识真正的自己的。我们一起来看一出经文好了，好，创世纪18:27。旧约圣经创世纪18:27，因为我们唯有透过神的话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我们是何等软弱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主，依靠主的，我们会自然而然把我们的生命的主权，不是好像我手中拿着电视的遥控器，我可以随意选择看100台、20台、30台一样这样子遥控的。我们应该要把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才清楚知道我们自己是何等的软弱，我们要依靠神的。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18:27，大家找到了一起来读好了，看亚伯拉罕是怎么承认他的。亚伯拉罕是受到很多很多的祝福，我们都说他是信心之主了。我们一起来看了18:27，请。好，到这里，因为亚伯拉罕说他自己虽然是灰尘，这个是自己，我故意说自己是很卑贱吗？不是的，他认识这一万万之主耶和华这么可大而可畏的神，然后接下来他是求什么呢？这是今天也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亚伯拉罕呢，就是为索多玛求的。他怎么求？从28节开始呢，说亚伯拉罕求，假若50个义人，短了5个，50个减5个是几个呢？对，后来呢，变成只剩下几个，不只是5个。他又亚伯拉罕起初说呢，50个里面减了5个，你就因为短了5个会毁灭这个城吗？但是神说不。后来呢，40个变成30个，30个变成20个，后来成为10个了，对不对？但是索多玛城有没有被毁灭呢？有被毁灭呀、啊。因为没有10个啊，刚才是5个减5个开始的，所以各位，我们要成为那10个的，我们要成为那10个的，不是只是凭一张嘴巴的基督徒很会说呀、啊。有的人是天生口才好，只是礼拜天听别牧师的讲到几年了，他可以胡瓜烂熟了，讲的比牧师都好的。是不是凭一张嘴巴，凭一张只是头脑的，那是真的是亲近神，把一天24小时的时间挪出来听经神，明白神的话语活出来了，把那个同样的负担去传福音给别人，把他们抢救回来，并为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国家来祷告的，非常非常重要，认识自己。第二个，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1:15-16，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1:15-16，就是保罗是何等的人呢？他是以前是追杀基督徒的人，后来他大马色遇见成信主了，他在神面前是怎么样承认呢？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1:15-16，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请。好，等一下哦，我们找提摩太前书1:15-16。好，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请。
基督耶稣。重要了，因为像亚伯拉罕、当保罗都是被神所爱的，很重用的。他自己也说呢：“我是罪人，罪人中我是罪魁的。”为什么？我以为我自己是很了不起的基督徒。我们为什么每天每天借着神的话语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所有隐而为现的罪？每天每天悔改在神的面前的原因就在这里了。然而，我们要同蒙恩典，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人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要使那些走在死亡道路当中的人跟我一样蒙怜悯，成为主名下的儿女了。我们再看一个人呢，就是大卫。我举三个，就是蒙神所爱的，我们都很熟悉的使圣经里面的人物了。我们看大卫是怎么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那我们一起看诗篇22:6。好，等一下我们找到了，一起来读喽。诗篇22:6，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请。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描述。所以我为什么要选这一些的经文跟个人分享呢？因为唯独我们谦卑自己，我虽然是很主要的前端，很多高级主管人人都很羡慕我，尊重我，也许是我教会有很好的职分，我在台上服侍人大家看得见，但是我们要透过每天有 QT 的时间、祷告的时间，要认识自己，在神面前要很悔改，承认自己的赤裸裸的在神面前。今天这些的经文跟各位分享，是因为 Q 就是读神的话语祷告啊，不是我选择读也可以，不读也可以，我选择今天祷告也可以，不祷告也不可以的，乃是呢基督徒的义务跟责任的，又就有义务要祷告，要读神的话语。然后呢，对爱我们的神，就是配得对待他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就是从这里回去，请各位，就是把生命当中每天的优先时间献给神，这亲近神，改变自己个人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做的事情、所想的思想的了。好，接下来让我们呢，刚才啊，现在呢翻到今天是12号，我们翻到76页。活泼生命的76页呢，我们刚才所分享了，我们按照刚才所分享的经文呢，啊，分享的步骤呢，我们一起来实际 QT 了。我们看看是不是我们的 QT 是比较是落实应用在自己的身上呢，还是一切的解释来取代，认为是我已经 QT 了呢？我们也是诊断一下自己 QT 的品质，然后呢，我们一起分享操练一下喽。好，我们刚才第19页呢，我们首先是说我们要敬拜与赞美，然后呢接着祷告，祷告就是刚才讲了四个步骤的祷告。第一呢，要悔改，求耶稣的宝血洁净我们，洁净我们隐而为现的罪，已经以习惯为借口的罪，那些不喜欢的、不喜悦的。其实我们虽然是找借口，一个 deny 找借口，但是我们里面都知道这是罪的，那些罪神不喜悦的，说谎的、批评的、乱断的，那些常常担忧的，那些懒惰的，那些不现实的，很多那些的罪咯。还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见第二个，圣灵的帮助，因为神的话语是圣灵的帮助而写的，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不会明白神的话语的。所以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然后呢也赐下我们每天所需要的话语，光照我们所需要的部分了。第三，求神赐给我们期待的心，即可蒙义的心，不要好像教功课写作一样哦，勉强好像是我是基督徒，不祷告不读经，好像被不好意思那种的态度、义务的态度来，乃是即可蒙义欢喜快乐期待，让我们期待神今天要赏赐给我的话语是什么呢？期待的心。第三呢，对，第三呢，要有一个
顺服的心，求神无论是赐下管教的话语，或者是我要破碎我改变的地方，或者是应许的话语，主啊，我愿意顺服，如同耶稣的祷告一样，不要成就我的意思，那要成就神的意思了。祷告这一些，然后呢，我们读三次，刚才讲了一次用发出声音来读，第二次呢用我们的眼睛来读，第三次用我们的心来读，但是仔细的读，眼睛跟读的地方是要对到的。读的时候呢，要明白整今天讲的内容出现的人物背景是怎么样啊，要仔细的读了。读的时候那些不明白的地方，或是有疑问的，有感动的，触摸我心的，情绪上反应的，我们画出圈圈，当作那个是话语的种子了。好，那首先呢，事情的弟兄吗，请到前面来。的弟兄呢？事情的，可以去找他吗？好，然后 PPT 可以放一十。今天呢，现在开始呢，各位，现在开始呢，我在不是在这里，我假设我是在我自己跟神立约，刚才大家跟神立约了，立约的那个时间点，我在那个地方。跟神带着神的话语跟神读出了，我们假设在那个地方，所以可以 没有事情无所谓。 PPT 可以打出来吗？一生爱你可以打出来吗？ OK， 没有 PPT 那边有人吗？可以有人上去吗？今天呢，我为各位选的就是一生爱你这首诗歌。我们唱完这首诗歌呢，事情在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按着四个步骤来祷告了。一个呢，就是愿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以哪儿为限的罪，反复犯的罪，那些已经习惯为借口的罪咯。然后第二呢，就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语，光照我们也需要的地方。第三呢，期待赐给我们期待的心，让我们饥渴慕义的心来到神的面前。第四呢，求神赐给我们愿意顺服实践神话语的心了。好，让我们一起唱一声给前奏好吗？Thank you.
先祷告第一个步骤，愿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洁净我们以而为先的罪。主啊，你是信实的、良善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当我们要承认、要悔改我们的罪，一起开口来祷告。应许的、祝福的，让我满心期待神的话语，每天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同心的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感谢我们。
抱灵修的时间，祷告的时间，让我们完全在按在圣灵的带领跟感动里面，亲近你的话语，要在你面前祷告。主啊，饥渴慕义的心，唤醒快乐心，放在我的心中。主啊，主啊，你也把那个愿意顺服的心、顺服的灵，放在我的里面。主啊，让我愿意付代价，放弃一切来顺服你的话语。主啊，让生活中要被来改变的，主啊，需要我来付代价来放弃的。主啊，因为你愿意放弃天上荣耀的地位，主啊，与神同等地位，你来到世上，主啊，让我效法你，放弃一切的权利，放弃一切的享受，主啊，愿意顺服你的话语。主耶稣，我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这一定大家不喜欢开会中的时候开口祷告是吗？是吗？大家教会的祷告时间都不是开口祷告的，是没有关系。但是个人祷告的时间，各位会开口祷告吗？还是倾向于默祷的呢？嗯，个人，我要问一下哦，个人，我在个人祷告的时候，我还是我是倾向于默祷的，就是我祷告，但是我是不发声祷告的。或者是有人呢，我是在祷告的时候呢，我是发出声音来祷告的。因为每个人祷告的习惯都一样，有的人呢，他认为是比较是灵恩的教会呢，认为是要祷告像全福音教会，主啊主啊，我祭就是天父啊，发出声音来祷告的。然后那些默祷用祷告但是不发出声音的基督徒呢，会说，难道神耳聋了吗？一定要发出声音才会听到祷告吗？坚持的立场是都不一样的。但是我要问一下，你在个人祷告的时候，你不发出声音祷告的人请举手。好，请放下。 OK， 好。因为是无人发出声音祷告也好，不祷告也好，很重要是真的要祷告了，真的要祷告。然后呢，为了祷告生活更具体呢，一定要，因为我不知道圣灵，让圣灵来掌管我们个人领受的时间，祷告的时间。但是呢，最不好的习惯就是 QT 也好，我默想的时候，我根据在神的话语，我打开活泼的生命，我反复读，然后感动写下来，边写下来边默想。因为很多人他一开始大概一二月号写的最多，到了三月四月五月号就不写了，因为是三分钟热度嘛，大家都年底的时候又开始一个新年，我要好好读神的话语，好好祷告，这样子。然后呢，有一些是356天都绑好的，你去翻看看，很少到十二月都做得很好的。大概有的人只是一月写一写，二月开始空白，三月又写一写，这样子的。但是要每天持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了。嗯，这样祷告，第二个说祷告，希望各位有一个祷告本，或者是你没有祷告本的时候呢，买一本以后，左页我写 QT 的领受笔记，右页我写祷告本，一定要祷告写下来。我里面如果有某个姐妹要去探访，要为她祷告等等代祷的事项，一定要写下来。有的是不是教会祷告现实当中发生的祷告事项，但是我领修当中 QT 当中有圣灵感动我要祷告的，我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呢，我每天祷告祷告，有一天应允，一般三分之一留下来要写应允的啊。我哪一天应允，我翻到前面看看我哪一天开始有祷告了。所以有的人是像灵恩派的教会比较开声祷告，但有些人呢他是保守比较福音派的，他呢，但是他只是不出声，祷告的方式是灵恩的，所以灵恩的不写下来嘛，要写下来我真的要祷告哪一些，不要凭空住在这里。这样凭空住在这里祷告的不能祷告很久的，因为我一定要在想什么嘛，我写下来，但是要蒙圣灵的带领。一个好的祷告习惯要具体的祷告题目写下来，我祷告当中的有另外一个感动出来，我也要写下来，拿到小组里面分享，我教会分享，然后呢彼此查验这个祷告的方向啊等等，有一个好的祷告的习惯了。但是各位在个人领袖生活当中不能忽略自己的罪了。我们每个人都很软弱，真的是要依靠神的，
所以是每天小事大事很多的过犯悔改，特别是得罪别人的，去别人对别人生气啊，骂别人了、伤到别人的，自己首先更神悔改。当一个人常常更神悔改的人呢，也容易去道歉的，正式的道歉跟一个很好的拥抱了。有的人是因为面子不能去道歉嘛，所以是关系当中的一个很好的自己的记忆的伤害，也是一个从恢复，也是从祷告开始了。所以当我们这样敬拜完了之后呢，祷告完了就要读了。刚才是说呢要读三次，第一次呢要发出声音来读，让自己的读的自己听到。第二次呢用眼睛来读，我们慢慢的读，仔细的读，一个字一个字读，眼睛在淡字的时候我都读出淡字来了。第三呢用心来读，将祷告的读的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今天所写的内容，今天的内容，今天出现有哪些人物啊，今天发生的事情啊，要读的时候要明白一下喽。读了之后呢就有感动的，刚才要找话语的种子了，有感动的，有触摸我心的，有疑问的，不明白的，或者是情绪上有反应的，一定要写下来，这一些是话语的种子。所以我们呢今天大家我们打开了76页，看今天12号啊，礼拜六，马太福音24章36到51节，读标题，读完了经文摘要一起读，读完了就读圣经了，慢慢读，仔细读，第一次读发出来声音读，自己听到，只有这里是大家一起做了，但是用眼睛读，用心里读是个人读了。好，我们一起来读12页，一起读马太福音这边的出处了，请马太福音24章36到51节。好，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读了这里之后呢我们一起读大标了，一起读，请把今天当成那日子，过中心有有智慧的生活。当读完 QT 完了以后，自己可以定自己的标题了。好，然后呢读经文摘要了，请今日经文摘要下面，没有人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与时辰，唯有父才知道，如同挪亚的日子，耶稣会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到，因此要警醒预备。若能成为忠心与有智慧的仆人，并好好预备，就能得着祝福。觉得主会迟来而行恶的仆人，将会受到惩罚。好，第一次呢我们发出声音来读，让自己读的自己听到，第二次用眼睛，第三次用心了。好，请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使者也不知道。
后第二次用眼睛读，仔细读，第三次用心来读咯，要明白经文的内容在谈什么，出现哪一些的人物啊等等。但是刚才讲了，读的一个心要预备好，像孩子一样单纯的心。第二，不要把以前听过的通通放进来啊，我又知道了，好像第一次读一样，我的心是空白的，让神圣灵来把神的话语刻在我的心板上。第三呢，就不要像读报章杂志咻读过去了，乃是仔细的读，用渴慕的心，好像用我喜欢的人，我爱的孩子寄给我的心，会仔细的读一样，就用我的心来，用眼睛来读，用我的心来读了。好，有没有人找到话语的种子呢？有感动啊，或者是啊、哦，突然明白，以前我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没有这种亮光啊，突然有这节突然明白了，或者有一些领悟了，或者有疑问啊，或者是情绪上的反应，想到某些事情啊等等，有人有吗？有这些的时候就画底线啊，或者把那个圈起来，有人有吗？读了三次没有任何感动吗？如果是因为现在是有限的时间，比较是快速的操练，但是个人自己在家比较有充分时间默想的时候呢，如果没有感动，可以多读一两三次啦。各位又住在美国，那个英文的经文更熟悉了，有一些在读，再读两三次英文经文更完整的了解内容了。然后没不了解的时候呢，所以没有一有没有人是有感动的，就是刚才找到话语的种子，有突然有领悟的，有感动的，或者是有疑问的，或者情绪上有反应的，有很深的领悟的等等，没有吗？有。好，有的人呢，我们
就是如果有的话呢，就是这样子分享了。啊，我话语的种子是第几节？就是36节。如果是我今天以我来说，我话语的种子是50节，在想不到的日子，这样子列出来。有的人呢，如果是你是只是一个单字一半节的话呢，就是几节把那个读出来就好了。好。话语的种子是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还有人，好。我话语种子是39节，把他们全都冲去。还有人愿意分享吗？我话语的种子是神告诉我们，我们要42节。神告诉我们要我们要警醒，还有44节要预备，所以我们不但要警醒要预备，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再来。这是错误的示范，因为不好意思啊，容我这样子说，因为不带有任何解释的，我讲过，因为大家都分享之，因为我们是要按着这个步骤走到做到那个应用啊，因为对，为什么那些解释啊这些不加了？所以是只是把自己我话语的种子是第几节什么知道这里了，因为我们刚才讲过，单纯第一个单纯在孩子的心，第二个好像第一次听到，重新神把今天圣灵把神的话语刻在我的心板上，所以是不做解释喽，好不好？是直接把神话语的种子第几节，然后呢，因为一步一步做了，好不好？因为这样做了以后，等一下要进入默想了，所以是只做。有没有？如果好，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的？因为我们会发现呢，虽然有的人他跟我是同一解释话语的种子，但是神所光照的部分是不一样的，不一定是都是好比说45节，那不一定大家我跟他是一起45节，但是神光照的部分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比我们更认识自己，他按照我们所需要的话语来赏赐给我们呢。好，还有呢，好，我们再多听51节，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我是36节，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好，这样子还没有找到话语的种子的人请举手，如果各位不举手的话我随意去问咯。好， OK， 所以先都没有，所以大家都有了，所以话语的种子呢都画底线，又画圈圈，一定要标志话语的种子，所以改掉一个习惯，为了让我们有个持续能 QT 的好习惯呢，第一不要只一个眼睛，把火锅声音打开了，翘二郎腿在那边用眼睛都知道，所以每次这样子做 QT 以后就是有个很多的解释啊，这样子的人能不能分享？如果他是口才好、记性好、分享得很好啊，因为把所听来的都加在一起分享，一定要专心，然后拿起笔，习惯写下来今天的感动、我今天的疑问、我今天的得着、我今天的祷告、我今天的应用，一定要写下来。每次写下来，这个成为一个很属灵的、我很宝贵的属灵的日记了。好，那我去。现在呢，小组长每一个小组呢看一下，现在每个小组都要分享，因为从小组长开始先分享，刚才分享过的人也要分享，只是分享我话语的种子是第几节什么什么读了，不要加为什么这样子呢，或者是解释我为什么是这一节呢，然后这一节是在说什么呢，不要加任何的解释哦，
所以从小组长开始分享，如果他的组员坐在左右边呢，小组长右边的先分享，以后在左边的分享，如果按着顺时钟逆时钟整个组员分享，所以从小组长开始说我话语的种子是第几节什么什么，那小组长要检查是不是每一个组员都画底线圈出来了自己的话语的种子，因为每个小组现在开始分享了一分钟，因为只是三个人四个人嘛，好，但是小组长要检查看看有没有画底线，送给你的你可以画，送给你的一定要写，一定要写。好，好，都分享完了吗？有没有人分享的时候非得解释不可，对不对？我看是有啊，但是要改掉这种习惯。对，因为好，都分享完了吗？好，每个人都有话语的种子了吗 ？OK， 那找到话语的种子，如果找不到话语的种子的时候怎么办呢？如果当然要多读几次，也没有很多的亮光感动的时候呢，翻到后面78页。78页呢，因为这本书呢，要在那个归纳法的查经法为基础来设计的，虽然不是查经的教材，归纳出，让读的人呢，他去了解今天的内容，透过今天的内容呢，会找出。提问有关能应用啊默想的，所以翻开78页的话呢，这个默想呢是观察的题了，这个默想的题目呢是问我今天有没有了解今天前面经文的内容，有没有正确的了解，再问这一个的，所以是分36到44节、45到51节，然后呢应用呢透过这个今天读的呢，让我们找出如何在生活当中有一个点去可以去实践的应用的，所以是如果今天呢找不到话语的种子的时候呢，读了3次4次也没有感动的时候呢，请回到后面呢先读经文解释，经文解释那一段读完了以后呢，然后就读下一段，都读完了之后呢去默想的，再回到前面再读一次，回来再回答这一些的提问，因为我发现很多的人呢买了之后呢这一些都不会回答，其实这一些我回答用笔写下来的时候比较能更具体的落实默想了，等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操练回答一下。然后另外一个这个 QT 呢是非常主观的，然后非常个人的，所以有一些教会的牧师们比较不期限早期啊不鼓励的原因是他怕会有自己不知道默想到哪里去了，他也怕会有应用的是不是很正确，是不是离开了正道，他比较担心这一些的。所以为什么写默想经文解释呢？要知道我主观的这个默想是不是偏离了正道，是不是我默想的方向是不是对，即便是我自己前面都 QT 完了，还是要回来读经文解释上下段，然后呢去写这个默想的提问了，应用啊或那些默想的回答了。所以因为我们呢现在呢各位都找到了话语的种子，找到了话语的种子之后呢，我们要默想了，具体的默想，就当话语的种具体的默想的时候，我们要想我们讲义的 space 方法咯，所以是一定要用笔写下来，等一下5 space 的方法，第一个要承认的罪，第二呢要抓住的应许，第3避开的行为，要顺服的命令，要效法的榜样。好，因为都找到不同的，有的人是2节，有的人是1节，有的是一个单字啊，
的时候呢，我要思想神今天为什么赐给我这一节的经文，神希望我怎么做，神希望我能改变哪里，神希望我在生活中怎么样活出来。所以一定要思想神今天赐给我话语种子的那个，我们不是凭空这样子想的，乃是眼睛定在这里啊，知道我们思想一下啊，我是否有悔改的罪呢？要承认的罪呢？第二个，我也透过今天话语的种子呢，我是否有要抓住的神的应许呢？也要第三个步骤思想，我是不是要有避开的行为呢？这个行为是哪一个呢？具体是哪一些的行为呢？啊，晚上打电动打到天亮呢，还是看连续剧看到很累，都已经消耗所有的 energy 了，没办法读经呢？很多很多类似啊，如果我要顺服的命令呢？啊，我要去饶恕他，还没有饶恕呢？还是我要效法的榜样呢？哦，就是因为大家这个效法的榜样，这个默想的时候比较是问题是大家都是比较好高骛远的，比较是那个哦，就是像耶稣一样这样子啊。是这些默想是要很具体，因为有具体的默想，才有具体的应用跟具体的顺服的。所以各位找到话语的种子之后呢，现在开始。给两分钟的时间，我今天神给我这一节，好比说四十五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好，神赐给我这节，我是不是要有承认的罪，抓住的应许，效法的榜样？因为有的时候五个都有，又有承认的罪，又有抓住的应许；有的时候呢只有一个，有的时候两个都不一样。今天神光照赐给我这些话语，也许是我今天只有要悔改的罪，对呀，对呀。我要不可以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对，到底我跟假冒为善的人同罪是我哪一些罪呢？我觉得同性恋是人权啊，类似很多很多，我已经我的价值观已经变成世界价值观的，这些也是都包括在里面了。所以要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按着刚才各位找到的话语的种子要去思想了。好，现在开始两分钟的时间，因为时间很短，自己个人 QD 的时候比较长的时间，更多的默想了。好，现在开始思想一下了，按着步骤，我要今天给我这些话语要承认的罪呢，抓住的应许呢，避开的行为呢，顺服的命令呢，效法的榜样呢，找到有了就要写下来，写在右边的空白处啊，写下来我今天是要避开的行为，然后写哪一些行为，我今天是抓住的应许，我是抓住哪个应许，谁已经为了这个应许成就，我要做哪一些？这样子具体的要写下来了。所以默想的时候呢，看着经文去默想，不要闭着眼在那个。有时候可以闭着眼思想一下，但是不要从头到尾都闭着眼了，因为有时候那一节的，我要去看上下一节才能更深的明白了。所以是默想的时候呢，还是看着经文要具体的默想了。
愿意先分享呢，啊，我找到了话语的种子，我按这个步骤默想的时候，啊，我今天好像是神透过这今天所赐的话语叫我要效法的榜样是在生活当中哪一些什么什么，或者我要抓住在应许是什么什么，或者是要顺服的命令，因为要有具体的默想才有具体的应用。好比说是今天是要承认的罪，好像我是承认的罪什么什么，但是要具体的，因为看到自己是哪一些要怎么样，看正具体才能具体的去应用了。要抓住这应许也是啊，神虽然赐给我们应许，但是为了这个应许成就，我要做哪一些，或者我要做哪一些的改变啊等等，要就是很具体的了。好，刚才分享话语种子的人呢，愿不愿意分享你今天你按着默想的步骤默想，你今天的默想是哪里呢？我去找你今天的默想是对，好，对，好，有没有人今天刚才找到话语种子以后你默想，有没有人愿意分享呢？这个种子经文45节，是，我有许多亏欠神的地方，以前我自己没有做好忠心，也浪费很多时间。我现在要第一个要改进的，第一个好好利用时间，第二用心来读经，第三要将神托付我的工作。我在做主日学的教导，帮助主日学的学生。第四，教会托付我的工作的事工，要做好。所以你今天的默想是要承认的罪吗？还是要笑避开的行为吗？两个都有。是，好，刚才是。我话语的种子就说，主要来我的心，就是第36节，主来的时候，我到底有没有预备好？我有没有警醒？话语的种子是36节，然后你的默想呢？我的默想就是说，我在。第38节里面，我说我花太多的时间做别的事情，然后呢，读经祷告的时间减少，我要认罪，求主赦免。好，你话语的种子跟你的默想，我话语的种子也是45节，里面。主要是讲忠心，然后叫好的管家分粮给别人。你的默想是？我的默想是，第一，我认罪，因为我常常没有花时间去关怀别人，是我很小气，我也妒忌人家。我需要学习的榜样是谦卑。我要顺服的命令是要真诚的去关怀对方，要花时间去沟通。我的行动是要分粮，与别人分享我自己所有的。是，谢谢。还有您的话语的种子，我话语种子是38节，全都冲去。对，神对罪是不能够容忍。那是你的解释。哦。我的默想就是我要切实的认罪，因为刚才传道讲说，神的给我的时间其实我们要献上，那我就当场我就立志说我要献上我10%的时间，每一天，所以我要有2.4小时的时间，我要 spend 在神的话语上面。
那么我最大的罪就是我会很容易连在电视机前面，还有我的 iPad， 所以呢我确实的行动就是我要靠着神的力量，我不开电视机。好，谢谢。有没有人？好，你的默想呢？我刚刚的种子是谁？我话语的种子是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的默想是要承认我的罪，因为我爱担心。对。就工作上，如果今天有员工忽然生病，对，没有办法来，我第一件事情是担心工作怎么办，而不是去关心那位员工生病的身体。所以我觉得，对，这部分是我的罪，因为我担心，而神要我们不要担心，就单纯的去爱别人。我的话语的种子是警醒跟预备，42跟44，然后那个 S space S 是我的梦想是，S 是要那个，就是浪费时间做一些不该做的事，然后 P 就是说要知道主他必要到来，然后。A 就是说不要浪费时间在没有建设的事情上，然后比如说看电视啊，然后乱想啊，这样。然后 C 的话就是要就是要警醒，要预备自己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要效法忠心的仆人。起，那你的话语的种子也是一样吗，丈夫先生？是，对，种子是42节。好，那你的梦想呢？我也是，就是这个罪就是花很多时间在那个不必要的事情上面。是，对。因为好，然后呢，就 S， 然后呢，只有 S 吗？没有，行为的话，可能就是要少看电脑。多点时间去那个查经跟祷告。对，就是大家这样子。好，因为刚才啊，因为有的时候是不方便讲，但是因为各位的默想要具体，刚才说在不必要的事情上，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上浪费很多时间呢、啊？因为个人 QT 的时候呢，一定要写下来是比较好的。我在哪一些事情上不是很笼统的这样子过去？因为有的时候一直，因为在韩国 QT， 也许会台湾也是比较严格，很具体的一定要写下来，说了以后要去应用啊，这样子好像侵犯 privacy 的吗？对不对？好像个人是对会讨厌我的，所以呢，好像但是个人自己是要对神。是要赤裸裸的在神的面前呢、啊。好，然后我们敬拜团的，你的话语的种子以后，你的默想呢在哪里呢？我的默想，我话语的种子是忠心的仆人。我的默想是要承载着。我想跟神说，求神赦免我的罪，因为我常常。认为自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然后就是忙这些外面的事工，过于看重神，然后常常就是因为这样子呢，然后忽略了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求神来帮助我改变我的优先顺序，把神呢列为优先这样子。好，我们这边，你花一个种子跟你的梦想呢？我的是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现在是，我是不是神所忠心的仆人？有没有啊？顺服在神的命令，
或者是我有没有避开一般像事实的，也说事实也不也生活上比较不属神的啊，比如说也常常花时间在电视上啊、争论节目啊，还是怎么样，争论花的时间很多啊，所以在自己在检讨，我是不是合乎神所谓的忠心的仆人？有时候心里也会想啊，神给我的工作啊，我是不是很乐意的去接受？有时候心里也会认为说啊，我能力不够，有点要逃避啊，这个是忠心在我里面有挑战。好，这一组小组长是谁呢？好，坏的种子跟我的梦想就好。坏的种子是44节，就是所以你们要预备好，因为你们不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我的梦想呢？我是不是已经预备好了吗？若主今天来到呢，你要怎么样面对主呢？然后我就想在我的跟神的关系上，跟人的关系上，我要怎么样具体的行动呢？我与神的关系怎么样呢？我一定要从认真的切实建立我与神亲密的关系，我要更多的时间给神，我要一天整天常常与神密切的人的关系里面。你这个是承认的罪呢，还是抓住的应许呢，还是要避开的行为呢，要顺服的命令呢，要效法的榜样呢？这个对，你要怎么样预备好，你要问你自己，我有没有预备好在哪一方面？你说是整天很多时间要亲近神，你自己要具体想，我每天生活当中有多少是读经，多少是祷告，多少是关怀，有没有具体的做到，要思想这一些的。因为不然的话，是这个默想变得是比较是很不具体咯，这样子。好，时间为各位最后再问你的默想，你的话语的种子呢？我话语的种子是42跟44，警醒还有预备。那我的默想就是承认的罪，就是就是要警醒，所以我平时其实下班在家都很懒散，就很多什么事情都不想做这样。那要避开的行为就是不要把所有事情都拖延，特别是不要把就是最后家里什么事情都做好了然后再来 QT， 真的就是要在固定的时间把这个时间分别为圣，把它献给神这样。因为今天的时间有关，那没办法再小组分享。但是各位真的是不要以解释来代替默想，不要以解释来代替应用，不要太多的解释。因为是今天我所默想的有那个感动了，我要具体的按着步骤来默想，要知道我在生活当中怎么样活出这样子神的话语。所以不要有很多的解释，把听到的，因为不是圣经那样说，不是的。今天我只是默想这15节的经文，单纯默想，我找到了话语的种子了之后呢，我默想跟今天神要光照我哪一些部分，以后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了。因为现在各位都已经找到话语的种子了，也有我最后要找一位，因为各位要仔细听，因为我为什么多去问，我要知道是默想的方式啊，或者是话语的种子这些我们今天所操练的一个 space 方法到底对或不对，比较是一个太主观或者是太自己用解释来取代这些，我要查一下。然后呢，彼此当中听了以后，因为现在的因为聆听很重要，别人好像是不轮到我在这边，因为我不知道各位脑袋里面是想什么，因为我是看不到的，因为在往往是没办法集中在别人聆听别人的。其实 QT 的分享是很多是要一个带导的题目了，因为我们刚才听了不同人的分享，其实我听了以后可以为他守望的很多的，其实分享的都是带导的事项啊，彼此的守望啊，彼此守望了以后那个成就了，都彼此欢喜了。所以一直别人
人讲的时候要好好的听一下了。然后我要问我认识的一位，就是许弟兄啊，那你的话语的种子跟你的默想呢？我话语的种子是定他和假冒为善，第五十一节，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我看到这一节就想到说，这个罪是很严重的罪。我们以为自己不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但是实际上，对不起，不好的时候不是我，是我。然后你要告诉我们，我今天我的梦想是要承认你的罪，然后呢，你的哪些罪讲？好，我读了这节经文以后呢，我知道说我应该是仆人的，可是呢，实际上我没有把主耶稣当成主人看，没有天天把他当主人看，有时候有时候就没有，这是我要避开的。我应该要天天的把主耶稣当我的主人啊，来服侍他，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找到话语的种子以后默想了，那接下来呢，我怎么要应用在实际的生活呢？要怎么样应用？一定要是不是要求别人生命的改变，我自己咯。我们一起读一下讲义的第一页的第六，应用的三要素。我们在读了以后呢，我们就看怎么样应用了。我们一起来读，请六，应用的三要素，三 P， 一 personal，应用在个人身上自己。二 ，practical， 实际可行的，要具体。三 ，possible， 可行性的，今天有可能实践的。所以应用在自己的身上要很具体，因为要很具体。然后呢，今天不可能也是近期一个礼拜以内呀、或者一周以内，一个月以内呀。要想一下我怎么样去应用，我为了改变这个坏习惯呢、或者我去要抓住这个应许呢，我要怎么做，要具体的想了，不是啊，反正我这样子了，或者有一天有时间的时候，不是的。所以用在个人身上要具体，最好是今天，如果今天不能实践的话，最好是一个礼拜近期要实践，所以要立一个计划了，我要怎么样去应用了。现在大家两分钟的时间啊，我找到了话语的种子了，我有默想了，我要怎么样应用呢？要写在空白页上啊，我要怎么样应用具体。对，好比说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不把主当中主，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忘了呢？等等，我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我对别人没有爱心，虽然是好像辅导他，好像是探访他，但是里面是没有爱心的。在什么样的时候，那我要怎么样做，这些要具体的写下来了。刚才讲很多我忠心的仆人这一块，有人说我是忠心的仆人吗？哪一些事情上我不是忠心的仆人？好比说，对，偷懒啊，不清精神啊，教会给我什么服侍的时候我在逃避啊，类似，或在我在公司的时候我不认真啊，我在上班的时候做教会的事情啊，打电话给朋友啊，类似，
我在什么样的事情上不是忠心的仆人，没有见识的仆人，一定要具体想是哪件事情，然后我在生活当中要怎么样改变过来。也是刚才大多数的人看电视啊电脑前的时间很多，一定要回家，但是一定要每两个小时请各位写下来，然后呢我要在哪一个时间一定要亲近神，真的是关掉电脑关掉手机关掉电视，一定要来去亲近神。特别是因为年纪很长的，像我妈妈也是啊，但是我妈妈一个特别的地方，她是韩国人，她也常常看台湾的新闻节目，她看了她用韩文写下来，写下来了以后呢，晚上我来，因为我是很少看那些，他就跟我讲要为哪一些祷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了。有时候他中文解读力不是那么好，我去上网查了以后呢，他一定要抓住我晚上祷告以后才睡。所以是在这里的爸爸们呢、啊，年长的长辈们，你喜欢看电视，神今天花那么多的时间让你看电视，也许是你要回报神了，把代祷事项写下来。不要是边看电视边骂，边看电视边骂，不是的，这一些一定要是你看一个小时，你可以花30分钟为这些来祷告。很多家庭破坏啊，虐待儿童啊，很多政治不公啊，政治很多很多问题，我们要相信，知道我们举起圣洁的手祷告的时候，神就介入在那种事情里面了。我以前也是看过一些基督徒，这个台湾没救了，祷告也没有用了。我听到这个话，我好几天都没办法睡觉，我就。有用的，因为神是掌权的，不管历史怎么样改变，神还是掌权的。所以让我们真的是传递一个像我们成为那10个艺人，10个艺人。我越多的看了很多的电视新闻，爱台湾看美国的新闻很多，我越要写下来哪一些。也许我们这样子每一位都看新闻，把代祷事项写下来，真的要向神祷告的时候，这些因着我们的祷告改变了。大家要有这种的信心，那阿们吗？真的阿们，神会改变一切的，神会扭转一切的。所以你看电视新闻越久，你要祷告越久了，让神掌权在这些。你看电视新闻越久，就表示你很关切这些事情，你很关切这个国家，你很关切这个台湾的。那相对的，你就会下来转过头就要为。看多少就祷告多少了。我从我妈妈学习这一个，啊，对，她就写下来。有的是不知道韩文，我有的是不懂我妈妈在讲哪件事情。我自己上网查，我用韩文写下来给我妈妈，那我们就一起祷告。那我从我母亲学习很好的一个功课。啊，我有时候担心一些事情，特别是同性恋，是我很关切的，对这个时代的孩子们，多元家庭很可怕，我自己认为是。我妈妈有一段时间我也很灰心，但是我妈妈就是不要灰心。我妈妈每次为这个祷告，希望各位你已经很幸福了，你有很多时间了，为这个未来的基督徒、未来的幼苗、未来的青少年孩子们、我的孙子、我的孩儿们，不要在这样子的破坏的家庭危机当中生活。我们要祷告，伸出圣洁的手，伸出神赐给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就要祷告了。但是我们的祷告不基于神的话语上，每天又跟神好的关系建立在好的这个金钱的基础上，祷告就要大有能力的举起圣洁的上神祷告，为我们的孙儿、孩儿，没有出生的在肚子里面的孩子，为这块土地美国台湾让我们守望祷告了。所以是 QT 是要很具体的，不是模糊的，不是一天到难道我是忠心的仆人吗？我可以问，但是我哪一些事到底不是忠心的仆人，一定要写下来，一定要在哪些事情别人不知道我知道的，所以一定要写下来啊。也许是我是只是礼拜天的基督徒啊，也许是怎么样啊，我为了改掉这个要怎么做，只有自己知道的，所以一定要写下来。写下来以后，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去实践跟顺服的。所以现在我刚才大概几个主要的人分享的、啊、我都记得写下来了，我等一下会问你的应用，你要在生活当中怎么应用，怎么活出来神的话语。特别是刚才看电视很多的人呢、啊，因为刚才你写了地方跟时间，请你遵守那个约会的时间，跟神进行约会，然后呢
让我的生命更加的丰盛，更加结出神话语的果子了。所以那个时间不要被任何的时间来取代。在座的每位呢，我也鼓励各位要金钱上的一定要十一奉献，然后要我更多的感恩奉献，在时间上也是十一奉献，更多的时间感恩奉献，更多的时间，因为我这样子落实 QT 的生活，我活出来了，看到那个果子了，我更多的感恩在神的面前呢，开口敬拜神啊，开口敬拜神，让我们的生活正是用对待适合对待他的态度，配合来他应得的态度来跪给他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写下来，我要怎么应用，要具体的写下来了。不要只是时间快到了，我要怎么应用了。所以每个人都写下来，我在生活当中要怎么去应用。所以要算一下，我以前看电视是几点到几点，每天五个小时，我每天三个小时，但是我要节省一半要来读神的话语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筛选节目啊，那么多的节目我都要看吧，一定要把不大想看的空档的那个要筛选出来，一定要有一个动作才能去改变我们的办法具体领受的。然后呢，让我们每天能正确的比较具体领受，一定要写下来。讲过不要这样子读一次，好像我的记性都记住了，这样闭着眼一直大概默想，有很多的解释，因为这样子啊，神因为在圣经不是这样说吗？来取代所有今天的 QT 哦，各位明白我讲的意思吗？要很具体，今天神量给我的话语，我要反复思想以后，要生活当中活出来，才是真正的 QT 了。所以，请各位写下来，我要应用，我要如何应用。因为我要听各位分享以后就要结束了。有没有人愿意分享你的应用呢？实际的要怎么做？有没有人愿意分享呢？好，我刚刚的是那个我好我的话语的种子是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我的默想是承认我爱担心的罪。我具体应用是，我一碰到需要担心的事情，应该先祷告，而非解决事情。然后在那一天结束之前，我要去 follow up 那个坏事情，有没有那个需要我再继续帮他做一些帮助的地方。的应用是，我话语的种子是第42跟44节，要警醒，要预备。然后我要承认的罪是，有时候常常浪费时间，所以我要应用的是，我要早睡早起，然后具体设定与神亲近的时间，设定了，然后要。带着一颗随时要警醒神的带领的心，然后去看到从神来的感动，然后要顺服神来的感动去行动。好，你的应用可以分享一下吗？可以说我画一个中心。话语种子是45节，我的默想，我刚才分享的，就是我有很多不好的罪，小气啊。
者朋友或者需要我关怀的人，然后每天日落的时候要检查自己究竟那天当天有没有好好的应用到我的时间。就是这样。好，谢谢，也寄卡片给我。好，你的应用。我话语总之是42跟44要警醒跟预备。那我要承认的罪就是人很懒散，要下班之后在家平时什么都不想做。那我的应用就是说，在小孩睡后啊，就不要一直陪着他，然后自己睡觉，就是要起来先把时间分别出来来寻求神，然后寻求神，然后就再去做别的事情，对不对？那你学的注意的书，晚上10:30到11:00。好，这边有没有人分享你的应用呢？我话语的种子跟我的牧场用的。我话语的种子是45节的那个，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那我的梦想是，我在神面前常常会因为环境改变，就是对失去神的信心。那这个是不够忠心的，不够忠心。所以我的应用就是希望将来我希望我在从今以后能够常常对神所在我身上所发生的事情，能相信这是神的主权，能够更加坚定相信神的做法，我就不再去因为这样而烦恼。我就常常就是用这种方式来鼓励我自己。但是对你在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常常让你烦恼，你个人的时候可以写下来一下，这样子的，对，不是很大概吗？对不对？所有，但是你一定是，对，你自己写了之后一定要去祷告了，对，真的花时间为那个时间事情来这样子祷告。谢谢你的分享。好，一次都没有分享过的人，你话语的种子怎么没有圈起来呢？哦，可以画呢，是哦，哦，所以你画的种子是第几节呢？是36节呢。那日子，那时，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那个。你的梦想呢？我的梦想是那个，我就要你的梦想是要悔改的罪呢，避开的行为呢，要效法。避开的行为。所以假先知出来了，我不要听他说耶稣来了，在这里我不能听，只有神才知道，不能那个轻信人家说神来了，耶稣在这里。应用出来就是每天都是要敬慎，不要就是要祷告，要为听神的话，听神的旨意。请问你每天定好自己的时间是几点到？早晨8:30。哦，在哪里呢？在家里面那个房间里面。是，好，你的应用呢？应用是那个减少电视跟电脑的时间，然后另外就是我利用走路的时间。要祷告，要为人祷告。好，谢谢。但是你可以说，你可以，如果个人的话，刚才北北是说呢，减少看电视啊等等的时间，清清神祷告。但是一定要写下来，我是几点，大概大家都熟悉自己的作息嘛，我是几点到几点看多少的时间，但是我要这个时间减少以后，那个时间在做什么。不然的话又会笼统的过去的，没有很具体的写下时间来做的时候呢，离开这里过了一天两天三天，那个感动没有了，就不开始守 QT 的时间了。
所以一定要守这个时间，要具体去应用了。所以是最好各位去了以后，每两个时间切下来看看我在这些时间都做什么，然后呢，最多花时间要切割开来开始做，好好的 QT 跟祷告了。因为 QT 的时候祷告会变得不一样，因为最后看一下哦，因为 QT 的时候有什么样的祝福呢？我们看一下第二页的第七点 ，QT 所带来的祝福有哪一些呢？我们一起来读完以后写了以后，我们就要结束了。QT 所带来的祝福，我们一起来读七。QT 所带来的祝福，一，请听神的声音，开始听到记在圣经的话语时，就会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二，属灵的分辨力，能分辨神的声音和撒旦的声音、世界的声音。三，内在医治，因遇见神而许多创伤得蒙医治，改变不好的习惯、思想和价值观。四，恢复自我形象。五，操练祷告。七，敬拜的生活。好，所以是为了具体落实改变属灵的体质，因为让属灵的体质不再不让让我们在忘了读经祷告 QT 的时候呢发出警讯呢，就要是要具体了。因为我们乐器不是只是大概啊，我要回答啊，大概我要再祷告了，我大概我要再关怀，不是的，一定要很具体。每天神给我亮光之后呢，把我要怎么样，哪些事情是让我生气，哪些事情发生让我说谎，哪些事情发生我会偷懒，那些哪些事情要具体的思想，用神的话语来过滤我们的罪。然后呢，我要知道我虽然是小的事情开始做到，这些事情发生我未来是要怎么做的，要是很具体的。所以各位不要每次都有留这个空白，弄完之后呢一定要读经文的解释，读完之后呢要写了默想。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面，我们今天读一下后面78页的默想。我们一起来读36节到44节78页这一段的默想的提问跟应用了，请。为什么只有神知道耶稣再来的日子，其他人都不知道？默应用，我们要如何生活才是在自己的生活中等候与预备主的再来？这样子的题目是比较具体的，一定要写下来。我们读下一段，请默想。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和恶仆有哪些不同？要思想一下圣经当中写的是有哪些不同，一定要再找空白处啊，这样写下来。好，应用呢，请。身为神的管家，我有将自己的时间、恩赐、知识与所拥有的好好应用在看顾与喂养交托给我的灵魂上吗？要思想这一些的问题了。好，那我们再回到讲义呢，因为本来是要，因为一个 QT 的人他的祷告再不一样了，因为哪一些不一样呢？各位当作业自己去查咯，查一下经文祷告就明白了。因为唯有在圣灵里的祷告能不住的祷告，为了在圣灵里祷告不住的祷告呢，一定要每天读神的话语，有一个金钱的生活跟神的连接，才能在圣灵里祷告不住的祷告了。所以以感恩的心祷告也能活出一个代祷不犯代祷的罪。在这里有长老啊，小组长啊，已经是平行体的领袖了。一个平行体的领袖不为这个国家代祷、社会发生的这事情代祷，不为自己的小组员代祷的话呢，就犯了不代祷的罪了。所以是很重要的。然后 tip 二，一个 QT 呢会改变坏习惯，就是以生活习惯来接口的那些坏习惯咯。所以一个基督徒只有金钱的外貌，
然后自欺呢要保守自己的心，这一些呢请各位回家去找。但是一个透过 QT 落实 QT 的生活祷告，然后呢读神的话语呢，不只是一个 change， change 的回缩性太强了，你 change 一下环境不如了又回缩到，但是圣灵里面带来的神话来的改变呢，是 transformation， 一个转化，一个转化之后呢，再也没办法回到过去的。所以我要想自己的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啊，一下子那个不是真正的悔改啊，悔改是会带出一个新的生活。有一些的良相，我想不啊，我应该要做祷告吧，少看电视了啊，我应该要少坐在电脑面前做祷告，要读神的话语吧，这个是一个后悔了，好像好惋惜，不久之间又回到过去的生活了。但是唯有我们自己认罪悔改，神是良信是良善，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个转化，以至于转化了没有办法回到以前过去的那个生命了。然后后面呢，好，请各位回去以后呢写下21，写下啊，我请写下三个我一定要改变的坏习惯，只有自己知道。然后呢请写下三个我一定要养成的好习惯。有人说呢，这个坏习惯改变的三个就是好习惯，不是的。所以呢一定不是相反词哦，不信相反词。所以是因为有的人真的写了与上面的相反就是了，不是。所以一定要写改变坏习惯，隐藏的敌人，隐藏的敌人，仇敌最不喜欢就是我们去亲近神的，并且不是透过一种感受这样子，具体的透过神的话语去亲近神的仇敌被使最不喜欢的。当我们具体的透过神的话语去听神的声音，去活出来，发出一个带导的力量，这个是仇敌是没办法攻破的。所以攻破仇敌坚固的营垒的最大的秘诀就是祷告了，发出信心的祷告。这个信心呢来自神的话语的，不是凭我们的 emotion 跟 feeling 的。没有任何音乐，没有很高的敬拜团，没有人被我按手祷告，我也可以发挥这个权柄来祷告的。所以是都立在神的话语上。然后呢，因为亲近神的人，神有一个祝福的应许，就是各位呢最后去总结了，要去找生命记28:12-13，都是讲一的二，神会给我们寻求神话语的。我们都说神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昼夜思想神话语的，凡事都境界顺利。这些假的吗？这些都是成功神学的人 Joel Osteen 只有他强调的吗？不是的，这是圣经所允许的祝福啊，祝福也在。但是神也说，因为主苦难也在，因为祝福跟苦难是平衡的。所以不要说是祝福，有人传达祝福的啊，祝福在神里面有这样子的，有肯定的思想，正面思想，那是成功神学，就得批评他，不是的。这个也的确是神在圣经里面应许给我们的祝福，财富上的祝福也是啊，亨通也是。但是神说我们在世上也会因着他会遇到苦难，但是神说他已经胜了苦难了，两者都是平衡的。但是我们即便是出于很贫穷，财务上的难处，孩子不听话，很多的环境当中有这个苦难，但是有些人呢，他基督徒也有万事亨通，有财务上的苦难，开奔驰啊，更好的车，我每次开着一个破烂的进口的 Toyota 啊，为了省油啊，但是都有神的祝福跟带领在的。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约翰福音16:33，请我将讲义的第二页Tip 三亨通上面，下面有约翰福音16:33，我们一起来读，请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教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翰福音16:33。所以在哪里？因着我们住在神话语里面，我们都能在祝福里面，财务的亨通里面，我们不骄傲，更谦卑，寻求主帮助到更多需要的人。我们在贫穷里面，我们在患难里面，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也不沮丧，因为主说他已经胜了世界，我们也能胜过这个苦难的。所以各位回家以后呢，找这一些，你找，当我们找了以后默想，然后把自己现在写下来啊，我们的祷告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为什么说我们的祷告不是在一个遥控器拿在手上，遥控车上，那你为我这样做那样子的，不是的。然后在这里的所有的平信徒领袖呢，你特别是父母也是家里的权柄吗？
你不，我们不为我的孩子们代祷，我的亲人代祷，我不为这个社会、国家、弟兄姐妹来代祷是罪了。所以我们要活出我身份、我职分有当有的属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所以一定要写这些改掉的坏习惯、养成的习惯，小组里面一起分享。最后呢，请各位起立，请各位起立呢，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二页，我们一起来读献身与觉志，然后后来。我们一起来读讲义的最后面，献身与觉志。我们读这一段之后呢，方块里面我觉志，我觉志这边呢都改成放自己的名字，好比说归诸觉志这样子，你的名字是美华的话，美华觉志这样子。然后呢写2015年今天是几月几号呢？对，3月12号，把自己的名字写下来，签名呢不需要你来签名，你就给小组长签名，然后小组长呢拿给传道人，不在了吗？是，传道人不在了。好，那男长老请举手。好，那弟兄呢拿给那个男生弟兄长老来签，那个姐妹呢拿给那个魏妈妈魏长老来签，听懂吗？所以是组员呢拿给小组长签，小组长的呢拿给魏长老跟这个周长老跟我们事情的那位长老来。哎，好像传道人的，对，所以是弟兄找弟兄的长老，姐妹找姐妹的长老。请各位不要说话，这因为刚才各位都讲了，都默想了，找到话语的种子了，也应用了，各位都有选了，愿意把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优先顺序献给神，不是凭空想象，乃是透过神的话语听到神向我的说声音，我愿意应用。请各位不要讲话好吗？好，那现在我们读献身与觉志以后，方块里面写今年2016年3月12号自己的生命写下来，然后签名呢给小组长签，小组长呢你签的同时有义务要未来21天把你祷告的神的话语呀，好，不是现在，不是现在，等一下，不是现在签，因为我们说等一下，还没讲完，等一下，因为我还没有先还没有读完呢，等一下就读完了，读完了，所以要仔细听，读完了等一下。所以各位拿给小组长签的时候呢，小组长签，小组长你签下去的同时呢，你就有很重要的责任了，因为你自己要 QT， 不要把凭空想象的跟别人讲很多解释，乃至我们刚才操练的一样，你今天话语的种子，你的默想，你的应用，然后你的得着，这样子跟别人分享，你也关心他有没有 QT 啊，然后你怎么样呢，可以约他们一起喝咖啡，请他们吃饭呢，问一下你的生日是不是在这个月呀，都有，一定要21天要关怀到这些小组员们了，组员们也是可以倒过来关怀自己的小组长了，现在小组长都认识组员对吗？对，所以你签下去的不是这里是好像一个活动 activity 一样啊，你叫我签我都签，当你签下的同时真的是有责任了，第一个要负代祷的责任，代祷的责任一定要为他提名代祷，为自己祷告能好好的领修，有落实拿起笔来写下来跟别人分享，不要有把自己以前记得的这样子讲出去，落实 QT 的分享，一定要关心，为他们祷告关心，当你写下去的时候这一个责任。然后呢长老们呢，你记得为这些小组长都记得他们的脸吗？你要为他们要同样的要守望代祷，要关怀到他们了。外教会来的那两位，那等一下给我你们 email 的地址跟你的名字，我回去也是我跟同工们为你们祷告了。那刚才有一对夫妻来参加。好，在现在呢我们一起来读献身与觉志了，我们一起来读，读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写自己的名字，写下去的时候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与神立约，这个时间要跟神每天有圣洁的约会了，透过圣经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请献身与觉志，为要透过 QT 得到属灵的祝福和益处，需要以下的献身与觉志，
因为改变生命的不是方法，乃是献身。归诸觉志，每早晨以倾听神话语来开始一天。话语，我就顺服多少。某某觉志，不再做挂名的基督徒，而要借着 QT 金钱训练，成为以神火来传福音的基督徒。好，现在写下2016年3月12号，写下自己的名字，是在神面前立约的咯。在这个时间，我很想看电视，很想玩 iPad， 很想看电脑，也是我放下来，我就亲亲神，然后呢，小组长就签名，签下的同时，你就有责任为他们代祷，要服侍他们了。还有两位长老也是有责任为这些小组长祷告，然后呢关怀他们了。好，不需要给他们签了以后你拿来，然后那个签完了之后呢带回来自己拿着。后面传道人在啊，那个可以到给传道人签。好，可以给传道人签。好，弟兄们就给传道人签好了。然后呢，司请的长老可不可以上来一下，给我们司请可以吗？好，可后面有传道人，可以给传道人签。柔和的担子，就是选词的时候不要选太犀利的，比较是柔和的。对，使用和汗，使用柔和的担子，汗多了一个字。好，我们不讲话，签名不需要讲话的，对不对？签名不需要讲话，都是用手的，不要讲话好不好？祷告的时候不开口祷告啊，这样讲话的时候就很会讲话了。我们就好，我们讲，我们写完的人呢，我们一祷告的心，我们唱这一首诗歌就一声。好，我们签完的人，我们就站起来，我们唱这首诗歌。心再一次
我们是软弱的、不足的，求圣灵帮助我们，你的爱吸引我们。我们在每天固定的时间跟地方，拿起圣经的话语来亲近你。主啊，让我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生活当中具体的活出来。我们刚才都与神立约了，求神使我们成为一个守约信实的人。让我们按照自己祷告的方式，有的人可以开口来祷告，有的人在自己心里真诚的向神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的时候，让我这些新闻当作我的代祷的事项，让我们看到了、听到了，让我们转身向全能的神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让我们同心的开口来祷告。我们弟兄姐妹知道亲尝主恩的滋味，就知道主恩是何等的美好。主，你帮助我们每一天的开始，用你的话语来开始我们的一天。主啊，你跟我们说话，让我们与你的 quality time 为我们每一天来定调。主，用你的话语借着我们与你在一起的时间，你 transform 我们的生命。主啊，弟兄姐妹在你的面前领受了 training， 弟兄姐妹也在你的面前立志。只是主啊，我们靠着我们的意志是不够，我们盼望那发自内心那种跟神在一起那个好的无比的那种感觉，那个明白神的话语进而可以顺服，可以活在生命中那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感觉，激励我们弟兄姐妹每一天若不与你亲近就浑身不自在。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位，无论我们是小组长或者是主任，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很强的在每一天最美好的时刻。我们清早起来，我们还没有看电脑，我们还没有看信件，我们还没有玩我们的手机，没有玩
谢谢你。